家里墙上放了一张佛像，佛像上有射灯长期开着，造成佛像的面相变色，这是因果吗？这张佛像又如何处理？也是因果。那么这是物理上的变化，这个色彩长期在阳光之下了，它会褪色。这个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。那怎么办呢？换一张就好了嘛。你这个是画像，换一张。那旧的怎么办？旧的放在底下嘛。像两张佛像重叠嘛，旧的放在底下嘛，这样就好。我想你一张这个照片呢，里面重复可以能够放个五六张都没有问题。换一张新的。